Hello，Hello，哎呦，哎，这什么车？好像挺酷的嘛，啊，玛莎，玛莎，你让我看看，我这个玛莎还没把玩过呢。那你猜吧。啊，那等一下，咱们走的时候给我开开，OK，好吧？嗯。啊，我这个前身经舅妈呢，一直是我梦想追逐的一个交警啊。我以前开骑电瓶车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开车了。那我现在靠自己实力买了车之后呢，没想到他竟然已经换上玛莎了。我怎么永远都追不上你呀？没办法呀，那你就靠我吃软饭呗。你觉得我像吃软饭的人吗？没事，我愿意给你。那多不好意思啊。那今天这顿饭我请。还是你请啊？对，你看看但着是啊，我好像看中一双鞋。看中张雪啊？啊，只要你喜欢，你别说鞋了，这天上的月亮我都把你给写下来。好，OK，OK，饭买单，随便点。好，随便点，我请客。好，OK，好，我们今天在这边是吃一个农家乐啊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到这里来吃过？好，现在我就在饭店里准备吃饭了啊。那么这顿饭呢，又是让钱生亲舅妈买单啊，也是非常的不好意思啊。你看，像我啊，现在做短视频也是一直非常的努力，每天勤勤恳恳编辑视频、发布视频，从几百个粉丝涨到上万个粉丝，对吧？感觉自己在网络上呢也是做出一些成绩的，但是没办法，反而离这个钱生亲舅妈好像距离越来越远了啊。我本来说这顿饭我是想买单的，但是他说还是他买单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我混得不好。这个也是非常的没面子啊、哦，舅妈，容我再叫你一声舅妈啊、哦！你看今天非常的不好意思，出去总是让你买单。我刚刚已经说过了，这顿饭要不我请，不然的话很多网友都要说我了。不行，今天的菜是我点的，那单肯定要我的嘛。你看，首先你看这个菜，你看到了吧？这个里面有你爱吃的，从小就爱吃的。豆腐，而且是嫩豆腐。你跟我说过，越嫩的豆腐你越喜欢吃。今天我必须点了。我以前说过这样的话吗？说过。那是以前，有可能现在我口味变了呢。现在喜欢吃老的，老的有皮蛋。是这样老吗？的皮蛋太多了，黑乎乎的。啊，你看看，这个是什么？现在天气冷，啊。防晒，你知道的。隐形。冬令进补是吧？对。哦，你要来尝尝？不是，给你加。我现在是单身啊，这补了这么多没用啊。不是啊，你不是有新女朋友了吗？我什么时候有新女朋友了？广大网友都在圈我呢，告诉我你有新女朋友。谁啊？我怎么不让知我道？监督你啊。这个又是什么菜了？这个啊，我知道你某些地方不好嘛，就是今天都是特意的隐形补形的，你看看，那快吃，那喂你吧，可以吧？可以啊，味道可以吧？觉可得以，好吧？嗯，快吃，我就怕今天补的太多了。没事，啊？没事，我那个回家再看看片子就可以了。怎么样，跟你的菜比起来？这肯定感觉不一样啊。这里车还挺多的。